我三个不都那做好铺捆了对吧？还能有三年了呢。哎，这多少钱？多少还要？哎，那一号啊，金价也没多六三百。多少个老板啊？多少就得进不了，进不进咯？要得进不了，就到到都进咯。你家是怎么了？在这里露面头啦。三等车在这里。两个不三等。人家人家人家装的电脑啦，是，那啥不叫？啥不叫？哈哈哈哈哈！这人家人家比还装不错。那广州老太老了。哈哈哈哈哈！这广州也得吃饱，走路什么，那点就对了。在等你们，等到。在那边买呢，哥。嗯。没交股票。对呀。工资多少？我那年就缺交股票了呀。老车去，不老，吃苦拉了，吃苦拉不就能了？哦，你自己做姑娘了？啊，姑娘嘛，就陪到了。